这个世界上有黑色的包子到处散播，被感染的人都变成僵尸在街上到处游荡。我居然被关在实验室里逃不出去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密室逃脱宇宙生存就是一款这么紧张的密室逃脱手机游戏。我们要扮演实验室的研究员，在僵尸来袭的时候，一边逃跑，一边想办法研究出治愈血清。我们要搜索房间，找出各种有用的工具，看需要拆解或是组合，找出这些工具的真正用法。还有许多解谜要素，像是密码组合或是图形排列，一堆烧脑的谜题要我们来解决。游戏开放了前三章免费游玩，后面的关卡也可以透过完成挑战或是观看广告解锁。喜欢密室逃脱就来试试看这款结合末日要素的恐惧新体验。